C 罗儿子将父亲摔跪动作纹在手上，网友直呼小心打你屁股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编小龙女。最近很火的球星就是梅西和 C 罗了，球迷对于他们纷纷出局感到无比的失落。然而无数球迷应该都知道，其实 C 罗儿子最喜欢的球星不是自己的父亲，而崇拜的竟是梅西，真是让人想笑。这小家伙简直太可爱了，你说让你老爸面子放哪去呢？ C 罗一直没纹身，但儿子的手臂上竟然纹上了 C 罗摔跪的动作，简直太调皮了。网友直呼你爸爸知道会打你小屁股的。目前33岁的 C 罗已经有四个孩子了，现在过着幸福的生活，还带着儿子迷你罗去海上玩耍，抱着迷你罗的动作简直酷毙了啊，小编都看直眼了。现在迷你罗已经长大了一些，竟然去纹身店把老爸摔跪的动作纹在了自己的左胳膊上。看来你不是梅西的粉丝，还是最爱你老爹啊。我们都知道 C 罗不纹身，网友们集体担心迷你罗你要小心，你爸爸会打你屁股的。